自己毋庸置疑啊，哦，大地之力耶，什么鬼？草性跟一般性，这自己毋庸置疑就是我们的迷你谱啦吼。它很像前几天出现的吧，然后它就是有开放那个，它出来就是直接有选美了这样。这几步抽线完了，来。不啦，我在说什么？这里不抽好友了，然后等一下道馆直接抽，道馆应该就是限完了吧？应该不是吧？嗯，然后我刚才其实蛮激动，我不是啊，应该是说，反正我有时候觉得背包爆满是一件很烦的事情，然后我就直接把 CP 最低的全部都给卖了，哇，有点懒得整理哦。但我觉得好友是我的唯一啦，我不管了，被我卖掉的宝可梦，我不理你们了。来，我抽最帅的玩家哦，妖火火狐，不要，我就是要妖火火狐。恭喜 RAY， 在穿那个的衣服哎，要打吗？不要，因为真的是没什么值得打的。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我觉得打道馆已经，哎，不能这样讲。反正我是想要先讲线玩啦，然后之后看有什么新宝可梦再拿上去打，不然还是怎样？对啊，不这样，因为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去打啊。啊，不然他会随机帮我选吗？随机啊，对啊，我你看大嘴娃，好记起来大嘴娃。哎、欸，他会随机帮你选哦，三奈多，没有啊？你看又换了，你看又换了，哎、欸，随机的哎、欸，可是都那几只啊？对啊，都那几只啊？他应该是帮我们挑鼠客了。